这样的女性很容易坠入淫徒变态胡为，就是鼻子瘦小露骨，且鼻孔较小，这样的女性心胸狭窄，猜忌，很容易吃醋，一般情况下对丈夫还是比较忠贞的。但是一旦遇到了丈夫的不忠，或丈夫做的事引起她的猜忌，就会醋意大发，便很容易坠入淫途，变态胡为。变态。之前一位咨询者是一位来自大上海的高级白领少妇，她发现老公出轨以后，醋意大发，马上展开报复行动，就是去建筑队工棚，也就是农民工集体宿舍，和七八位农民工大战三天三夜。在建筑队工棚住了三天三夜以后，菊花鲍鱼全部肿了。